开始摘菜了，看我种的菜，辣椒也可以摘了。Sit down again. Can we do the chinchai? You can eat it. It's a little bit.刀割，长得真快啊！自己种点菜真方便，一来就是一筐菜，一来菜园就是一筐菜回去，多好啊，又新鲜，种的都吃不完了。就用手敲算了。一筐菜，你咋吃得了啊？这个菜也该摘了，你看。脑袋掐了得了，不需要那么多种子。多个种子，掐了让它长别的菜。茄子多大？这里也长了一个辣椒了，这里还没有。再看一下这里的 zucchini。Yes. Yes. I see. You see it? Yes, I see it. Oh, 豆角 Beans. Yeah. 看我的豆角长得多漂亮呀！哦，可以摘了，今天可以吃很多的豆角啊。西红柿到处都是菜。在花园周围种的一些菜，哎呀，看一下这里的生菜，每天就吃自己的种的，有机的，无农药、无害化肥的，就买，哎呀，掉了一根嘛，
就用那个买的土，买的有机土，在豆角啊，猕猴桃开花了，猕猴桃开花了，看一下，开花了，猕猴桃，这里一根黄瓜还没好呢，哦，那 ，Can you help me pick up？ Yeah。Change the basket, please. More beans. 看，这豆角，哇，漂亮的豆角啊！豆角好大，哎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多的，哎呀，藏在里面的好多呀，看一下。Too big. 再多了也吃不了，留着，留一部分吧。一部分明天吃，明天再新鲜。这长了一个虫子，没有 cucumber， 看，看我的西葫芦，西葫芦，看到没有？西葫芦，两个，三个，太漂亮。再看一下，后面还有一块，看我这种的，哎呀，这个葫芦开花了，葫芦，这个是葫芦，咋就开花不结果呢？这个葫芦还有没有接南瓜？这边有没有接南瓜？这边南瓜还没有接呢，这南瓜还没接。看，南瓜开花，这边的，就那一颗南瓜接了三个。
这真真的呢，碰就断了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的多多点赞，嗯。